就有了哈，嗯，这我们就不要打它了。你蓝牙已经开了啦，可以 ，OK。你见了你要对的，不用按这边的蓝牙，不用。OK， 你在这边哈，改次如果你要找的话，你就去 connect。然后这边 Samsung connection，然后 setting connection， then WiFi。WiFi 是你原本有的，我们就不要管它了。然后你就去 Bluetooth， 你就找这个，找那个全盟唱吧。先生们， okay， 这个蓝色，刚才你不是说第一次的？我第一次你弄，第一次。那如果你没有中间这里啊，就是这里，我写得很清楚的。这个 yellow color 是 power。如果你按。按那个 power， 这样 home is on again。OK。欢迎使用全盟现声麦。长按呐，长按。单击哈。这样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 memory card， 如果你放 memory card 的话哈，它直接播的话是播你 memory card 里面的歌，不要的话你就 stop 它， pause the memory card， 就是可以暂停它了。So if you press one time， then 就是你要 memory card 你就你 because it's already in there， 没有，不是你放 memory card 的话你一放下去哦，它这边 automatic 会播你 memory card 里面的歌。它直接 read， 所以如果你不要，你就按一下，它就 pause， 就 stop 一下，就 pause。这个是你要合唱，我要跟你合唱的时候，欢迎使用全盟现声麦。要跟你合唱，所以你这边你要按两次，就是这个了，两次了。双击是两次。Using the same music。来，你要听到对麦也连接，两个都是要两下。两个都要两下。流行模式。雷曼，因为我已经跟你关了嘛，刚才我没跟你讲嘛。主麦不用关，另外一个关，两个都要蓝牙都要关了。听他，他两边他的声音会听得到的。那，你这边你去，你去边两边都有声音吗？这边找。早看他们都吹有没有拍到，这样就变成你唱的歌我听音乐到我的灯我就唱你的好像合唱吗？合唱就是这样子唱，就是我在这边，你在另外一边你看我在另外一边，等一下88.5兆赫兹，我给你弄优段发射。OK， 他这样你看他这边闪，下面就是东西，这没有 connect， 这个字没有 connect，没有 connect， 有 connect 是两个一样的，也不会动的。所以现在没有 connect， 我现在已经乱了啦。比方说乱了，我跳来后面。自由飞翔它有 left 跟 right 的声音。你要找 YouTube 有双线的。对。你的电话传给我的声音跟我调的，你看你唱歌的声音吗？对。如果你按这里的话你没有接到这个，要接这边先。Go to setting WiFi。我就是因为可以接在这边的。全盟唱吧。我是在全门的 app 里面 left right 哈。蓝牙已连接。我刚才 unpair 掉，也不要给你太多个。OK， 你看哈，你看哈。所以你就要找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自由飞翔。这边在这边。现在比方说它是有歌声的话，它如果它的录音在 YouTube 是有 left right 声道，你按这里。如果你有放 memory card 在这边下面的话，它自动会播它要的歌曲。你要找上面一首歌，你就按着，长按。下面一首歌你按这里长按，就是等于这个。OK。
OK， 那这好了吗？对吗？直接掰了。OK， 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段，你看啊，跟主脉对好配合，主到 U 段发射模式。OK， 然后就好了哈。这个好了，我就拿这一个跟他配。别人的啦，啊，别人的脉啊。你看他是三三三嘛，所以我跟他配。就是你要配五十支啊，哇，他的主脉要配五十，主脉没有闪了，哎，这个还在闪呢。等一下，等一下，不行，这个在闪就还没有。没有，没有。OK， 好了，我再配第二支了嘛。OK， 好了。哇，他闪闪闪呢。OK， 可以吗？你看啊，这配合的方法哈。OK， 主脉调到 U 段发射，闪，然后所有的 U 段接收。哦，它闪了。接收器打开电连，连接三次，然后再右段接收为蓝色，就是这个好了，这个也是。等一下，这个是主脉，没有没关系，总而言之全部要全部要接到完。87.5 兆赫兹，88.8，90.5 U 段发射。87.5兆赫兹，90.5兆赫，U 段发射。OK， 两只了哈。三次了哈 ，OK，OK， 全部好了，然后就把这一个哈连接，你拿这只，我一只，你就随便你拿一个，哪一个都可以 ，OK， 然后就变成全部可以合成了，可以开一个音乐。